这是散客吗？我有多三张票，有没有人要买？我有三个人没有下来。全票不够。我跟你说，你跟他买比较便宜，他40元而已。看后面。全票。你全票40块。你们要不要？只有三张票而已哈。来。阿坤已经去买，当退不？退啊，没有关系，当卖给人家。你已经买就不能退了呢，你要卖给别人了呢。是啊。是。你看你有买无？无买我就。你客人的门口没。好了，这卖在门口排队。好，等一下，打电话问一下。